那时候为了那用，就是他有没有兼几份工作，或者他怎么样？哦，他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我完全看不到他，就是我导致我们现在感情不是很好，就是常常吵架，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童年，我是一个人长大的。他都去工作就对他整天就是我起床的时候就自己走路去坐校车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里面睡觉了，然后我也不能吵他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又去坐校车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睡觉了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个是没有相处的环境下长大。不能跟他吵架，他真的很辛苦。可以说一下他的主业是什么？他现在因为他又很不幸，可能是因为我让他太操劳，因为他在我18岁就得癌症了，所以。我18岁就要负担整个，虽然只有我妈，我家就只有我妈，可是我就是要负担家庭。那你今天还打还骂你骂你啊？对啊，所以对他就是他们可能不懂我们在家里经历这一切吧，他就可能就觉得，就是因为他们家庭背景的哦，不是他们，就是我的亲戚家庭背景是好的，只是我妈妈变比较不好。那你用什么方式照顾他？因为我跟他感情比较不好，所以我那时候一考大学的时候的想一个想法就是，我希望我可以赶快来北部，因为我们家是南部。我觉得我不是说不想照顾他，我觉得就是适当的距离会让感情再更好一点。然后的确也是这样子，我们自从我来北部打拼啊，我就会开始想妈妈，就是想家，但是我就觉得就是。好像真的一个人跟两个人是不一样。那你妈医疗费？他幸好他是有健保，就是有很多健保。我能分担的就是可能他的生活费，生活就是打工啊。那时候大学，因为我爸的遗愿就是希望我可以读完大学，所以他希望他虽然很讨厌我爸，可是他希望他可以完成他的遗愿，这样子。就是我还是很我不想读书，可是我还是把大学念完，所以。跟你妈的冲突大概都是什么点？这可以借机教育一下现在的父母亲，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要用赞美去代替赏罚，就是不是说爱的教育都不打骂，可是真的赞美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可能考100分，妈妈才会笑一下；可能考100分，妈妈才会给我一颗糖。就是我考98分，他就会生气。就是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所以我们两个感情不好，我会觉得我会开始很逃避。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子？为什么我要做得好才可以去领奖励？他在过程中，我的成长过程中，他是不会赞美我的。可是也是因为他想要训练我，可以成为就是更好的人吧。很烂，因为我很叛逆，就是他想要我这样做，我就不想要这样做，因为他想要掌控。所有的我的学程这样，可是也是因为受到亲戚的压榨，就是亲戚那边都是那种排成绩高的大学，那种考大学。可是我一直给自己认知是，我觉得未来社会是以一技之长为导向的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技术会比学业更重要。可是他们就决定不能让我读高级，也不能让我读技术学院，他们一直逼迫我往高中跟普通的，就是亲戚。一直亲戚压榨我妈，然后我妈就会压榨我。他妈，你下一个计划是什么？下个计划，攻打过去没有啦。我下一个计划就是，现在写真书出完了，然后我希望我可以给亲戚们发一本，拍得多好。没有，我希望可以证明给他们看，所以你们心里一定要写得好。所以你下一个计划，你的工作计划是什么？我下一个工作计划是接下来七月会有那个香港的书展，我们会过去香港书展。你姐一起去吗？我没有，我就是今年没有书展，没有办法参加书展。你今天写一本《精华集》啊，精选集，没关系，你们玩开心一点。OK，好。